好，我是洋洋，欢迎收看 Mix Honor 大设计。每一个看过哆啦 A 梦的小朋友可能都很想要一只机器猫，而有人长大后就自制了一只机器猫咪。虽然它没有蓝胖子的四维口袋，但看它灵巧的身姿和笨拙可爱的样子，没办法养猫的人可要开心啦。提到机器宠物，大家都会想起索尼的机器狗 Able， 可既然有机器狗，凭啥没有机器猫呢？中国的一个工程师 Rong Zhong Li 就研发出了机器猫 Nibble。这是一只简陋却可爱的猫咪，它的身体是由激光雕刻的薄木片拼装而成的，而且从我国传统的毛榫结构中得到灵感。木片巧妙地利用拼擦结构，不用钉子就能牢牢地卡在一起。此外，它的腿和头都有两个自由度，能像真猫一样行动。搭配上兼容 Arduino 的微控制器，它能模仿出猫咪的基本动作。而如果在它的背上再加上一个底板或者 AI 晶片，它就具备了感知和决策能力，还可以给它添加一些程序，让它学会更多动作，更加的可爱逼真。研发团队表示，他们希望 Nibble 有助于 STEAM 教育，提起小朋友们的学习兴趣。视频元素来自 Rong Zhong Li， 由 Mix Hono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ix Honor 创意公园。